点击右上角蓝字就可以关注我哦。梦里梦见和你在一起，灿烂的笑了，是感觉到了一缕缕温暖的气息。爱的故事千千万，随便挑一段，句句都是思念。一往情深深几许，等你在光阴之外。01女神女家神赋予给你的是一种尊重和爱惜，更是一种至爱至上的称呼。毫无疑问，你在他的心里、眼里、未来里、生命里都是最最神话般的存在。当一个男人给你备注宁女神的时候，说明他对你的爱有几分威严下的尊重，仰慕中的清新，疼爱中的尽善尽美。总之，无论你做什么、说什么、看什么、学什么、听什么，他都会觉得是最好的，都值得他爱，包括你喜欢的一切。02大孩子、丫头、大宝、囡囡等昵称。男人对女人最好的疼爱是宠爱他像个孩子，当他给你许多溺爱的称呼时，说明他想做你的英雄，充当你的守护者，愿意为你遮风避雨，为你戎马孔总，走天涯。女人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情，不仅是和他一起慢慢变老，而且要一直被他当作掌心里的宝。03A 加你的名字， A 加名字是另一种置顶方式，无论是谁都没办法顶替你的位置，你的位置在最显眼的地方。他为了爱你，能想到的宠爱方式都想到了。如果有一天微信走失了，你要站在最显眼的地方，让他来找到你，自动排列的联系人，越来越多的好友列表，唯独你始终在最最显眼的地方。真爱不仅唯一，而且最置顶、最显眼。我是樱桃如水，写走心的文字，以37度文字为生，用有温度的文字，过有温度、有风度的生活。余生漫长，唯愿云淡风轻。喜欢我的文字，记得关注我的东方号樱桃如水。